superstar。恭喜王润，我觉得你每一次上台都有进步，今晚也一样。其实我是觉得进十强我已经太幸福了，所以今天跳舞我觉得特别嗨，特别开心。然后我跟黄潇一块儿，我们俩是神经病。我觉得在台上有这种能量释放的也有一个女人，她叫阿朵。我看过你跳舞，我觉得舞蹈演员最起码要有一点，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一定要是成为什么舞台疯子。你感染了我，让我跟冯老师刚才一直在很开心的笑。这个我觉得，我相信有很多观众都被你感染。星星老师，这段舞蹈还好，我看完了以后，就怎么讲呢，我这句话我不是特别起皮，明白了吧，我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形式感很强，但是舞蹈真是没让我特别兴奋起来。因为阿朵，你可能我们看多了，你可能兴奋了，我都不兴奋了都。我再想想这个分该怎么给。谢谢金星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方俊老师，我认为一个舞者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激动，但是你们两个一上来那种激动感太释放了，但你有时候对肌肉的控制应该比今天要好很多。好，谢谢。看来导师们是得好好想一想，究竟给王润什么样的评分。请导师评分。小春老师，9.9分。星星老师，9.5分。杨丽萍老师，9.7分。方俊老师，9.5分。吴春田老师，9.5分。黄豆豆老师，9.4分。刘岩老师，9.4分。冯双白老师，9.3分。阿朵老师，9.7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.9分。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.3分。王润，你的得分是9.53分。谢谢王润今晚带给我们的表演，谢谢你，加油。